韩国女团 G-FRIEND 晚间举办演唱会，第三度来台果然非常有人气，粉丝对每个团员都送上不同口号，让六位团员所愿、瑞麟、银河、玉珠、信飞、研志等非常开心。尤其银河听到自己是双下巴时，还俏皮地摆出双下巴，让现场粉丝乐翻。 G-FRIEND 还连唱三首歌曲，让歌迷大饱眼福。所以大家说是最棒最棒这样讲。谢谢，谢谢。哦，听得懂吗？我好期待哦。接下来你好，我们跟大家先打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金美。大家好，我是苏安，여러분이렇게오랜만에만나게됐는데너무많이와주셔서감사드리고오늘좋은추억많이만들었으면좋겠어요我们好久没见到大家这么多人来现场，谢谢大家。